想他們真的開心的成長，不想他們太大壓力了，盡量想他們輕輕鬆鬆。港產四男一女搶做元旦 B。五个 BB 的爹地妈咪全部都是香港人，这个 B 仔重 3.06 公斤，在0时25分承德喇沙医院出世。陈生在电信工程行业做嘢，太太做 sales， 原本已经有两个仔仔的他们想着金胎追女的，怎知都是生了个磁固定，不过他就说不会再追下去了。够的了，因为其实这个真的是个 case， 即是赐给我们的，我觉得够晒了，虽然他们还未帮个 B 改名，但是会考虑在个名字里面加个元字，纪念 B 仔提早在元旦出世啊。我觉得开开心心咯，系啊，三个希望唔好唔错。开心的仲有他们啊，俾佢自由发挥啦，系啦，俾自己发展，都唔会点样希望佢啲咩做咩职业嘅。B 仔是他们的第一胎，在广华医院凌晨1点24分出世，重 3.08 公斤，健康大致正常，但是要观察一日，所以迟些再跟大家见面。另外两男一女的 BB 分别在这三间医院出世。至于今年元旦冬泳，有成3000人参加，最大的83岁，最小的这个只有4岁几啫。无惧官非前身的麦齐光都不怕冻走来南区中湾。以往呢就是日日都操水的，但是上年呢就因为真的为了生活呢就放弃了操水了。今年呢就因为有些时间预剩了的，亦都安排好了，所以都会有机会操水。在09年到11年连续三届都拎到冠军的他，上次蝉联不到，今次终于吐气扬眉了。